是一班的，这礼拜变二班的。哇，谁知道下礼拜准时？超级。是啊，你干嘛？快拿一点。拿一下，我自己拿就好了。拜拜。哎、欸，你还会继续补保证班吗？在，应该不会吧？是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继续补啊？哎、欸，我爸说现在报比较便宜，而且那时候考差了。就你的成绩，你全部都补的话。吃饭了。哦，好。不是跟你说没吃完饭别喝汤吗？妈。那个补习班的事啊。哦，补习班的钱我放信封在，放你桌上，要记得拿去缴哦。哦，你房间的废纸我要把它整理整理，要拿去回收才行。你今天怎么那么晚？客户临时有事情，所以在外面处理了一下。哦，没什么菜啊，中午的剩菜吃一吃。过来吧，吃饭。怎么没有看到你妈妈？哦，妈说要去拜拜，就出去了。哎，这么晚了还没回来。哎，宝宝一直在哭。妹妹啊，考试准备的怎么样？哦，有没有准备啊？准考证下来没有？借爸看一下。我爸妈呢？淑华，妹妹的准考证你放在哪里？在茶几上。没看到哎、欸。哎呦，怎么可以没有办法？这很不负责任呢。准考证很重要的东西，到时候如果弄掉了，在前一天不能考试，我们担得起吗？赶快找一下吧。你一回来就找我吵架，你最近是怎么了？家里一堆杂事，我都快烦死了。你别回来跟我大小声好不好？这是态度的问题，这是态度的问题。你这样子的态度回答的方式，小孩子学你怎么办呢？好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我错，你都没问题。你有关心过他吗？我没有在关心，没有在关心，你会发现你弄丢了准考证。你又要去哪里了？妈打电话说在医院，我要带她去回来了。那个宝宝等一下要吃奶，你帮我冲一下，我等会就回来。你又知道我待会没事了。好，你很忙，你很忙，反正随便你啦。
在准备考试啊？哦，对啊。爸爸待会要出门一趟，可以帮我照顾宝宝吗？要出去啊？你找到工作了吗？嗯。哦，我是说你那里有没有多的卫生纸啊？有。我想说我带去学校比较方便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？嗯。这是够吗？哦，够。喜欢吗？稍等嘞，若瑄，来把阿嬷小心扶进去哦。好。哦，她注意哦。好。打开门。爸爸嘞？哦，他说工作有事出去了。哦。哦，还好，只有跌倒，伤得不重。宝宝嘞，在旁边睡觉。还好你在家，不然妈妈真的不放心。好了，这你帮我收下，我去看看他。好。哦宋先生吗？对，证件借我看一下。先坐。徐小姐，请问你昨天晚上在哪里？警察，我真不知道小孩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哎。小姐，先不用紧张，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在哪？我昨天晚我在家里，我在家里。洪先生呢？我昨晚也在家。在家？那你们怎么没有一起过来？
我有先到一趟公司。我出门之前小孩子都好好的，我实在搞不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都只是做现场初步调查而已，详细的情形之后会带你们回到派出所做后续的相关笔录。许小姐，你有保姆执照吗？你有保姆执照吗？我没有。我先生目前直接是，我是业务员。可以告诉我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昨天孩子就一直在哭闹，那煮晚餐的时候我就一直安抚他，有好一点。等到我晚一点我要给他换尿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，我们就马上给他送来这边医院了。你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哦，孩子就是一直在吵闹，就一直在哭这样子。那我可以问妹妹姐问题吗？可以啊。妹妹，爸妈昨天晚上在家吗？我的孩子在哪？什么叫做突然没有呼吸？小姐，请你冷静，小孩目前正在急救，麻烦请你配合。是谁把我儿子变成这样的？许淑桓，你不是说没有问题的吗？小姐，请你冷静。许淑桓，你不是说没有问题的吗？小姐，请你冷静，你再这样就妨碍公务，把他挡着，不要让他过来。妹妹，来这边坐。妹妹。你爸妈昨天晚上在家吗？在。那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写功课。你爸妈呢？我爸妈，昨天我放学一回家，就帮妈妈照顾宝宝。那时候宝宝一直哭都没有停下来，然后爸爸回来就帮忙哄宝宝，哄很久他才安静下来。然后晚上妈妈去帮宝宝换尿布的时候，他就躺在那里都没有声音。那你意思是说，是我儿子自己变成这样的哦？你们都没有错是吗？是吗？骗子！你们一家人都是骗子！若萱，到哪去了？怎么这么晚嘞？打电话也没有回。
你刚跑去哪里了？我不想补习了。你不去补习，那你要干嘛？我要去工作。人家凭什么要用你？我刚刚就已经找到工作了。你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以为你一次就会考好了吗？我可以边读书边工作啊！哎，就算我第一次没有考好，我就是不想上了嘛。那我补习费都给你了嘞。那如果你不补习的话，去把补习费给我拿回来。钱呢？花掉了。花掉了？你花到哪里去了？你说，哪里去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个样子？淑华，知道躲在哪去？淑华，知道吗？淑华，医院刚打电话来，说孩子情况好转，现在在普通病房观察中。可是妈妈还是有法律追诉权。我被裁员了。我早知道了。你知道了。嗯。Thank you.
同学。哇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回家。好，那我们改天聊。拜拜。